兄弟们，呆瓜的打法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不是这个他妈死妈运气他妈这样的话，我感觉早都对面早都他妈出去了。对面这孩子不跑我就举报，我跟你说。给我跑，哎，可以，这他妈的对吧，你跑我也跑，这还行他妈对吧，我的就跑你的就不跑。地那个化身的灵元跟那个盘丝的灵元他们都被耗光了你知道吧。小死亡挂不住，哎，对吧，你也有这样的时候。我他妈的瓜子这手点杀防的牛的一匹，兄弟们，虽然不是飞机经脉，但就这样也还行，神肉都没给打掉。对面关照来了，没有笛子，还行还行，稳得住。求求你，孩子绿一下，孩子绿一下，孩子绿一下，我们也要运气好起来，好起来，运气好起来，你就给我绿。啊，对面有杀人力劈，渡劫，渡劫，渡劫，稳得住。进去可以，有一说一，兄弟们，今天我王哥这种封印没让你们失望吧。我王哥今天这种封印是应该没让兄弟们失望。我们又有飞机，哎，漂亮。早就应该飞机了，说实在话。资源挑战赛的奖金多久能到？两个月左右吧。红四不是赢了，现在还不知道呢，弟弟王。真他妈头疼。我特别记得那个叫什么
武则南明星赛也是于导打林秀媛，真的，我、哦、那场打完，呆瓜跟小飞直接哭了，真的，被那狙绿的是真的不要不要的。也又三点了。连续两把效力对面罗汉，换两只，别建设到，哎，可以，没建设到地厅还行，再来一下，哦，贴了7800，漂亮。大唐已经没药了，化身没药了，女儿还7个药，地府没5个，这5个可能剩大金什么的吧。被他赌对了，就一个子子赌对了。妈的，这段还来断线。我、哦、他妈是真慌，我看到这段线的时候，我他妈的都流汗了。刮痧能给化身刮死吗？可以，给化身刮死。再来一下，可以。啊！这场 PK 看得太他妈难受了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谢哥的7%，最后时刻要拉出来装个逼。可以输，对吧？你大果子必须死。可以，没事，能拉起来，一个都不能死。